大家好，我是 Amy。 今时今日做女人想要 keep 得好呢，真係冇得偷懒嘅。睇开我片嘅你哋，我諗有唔少呢，由头到脚各式各样唔同嘅保养呢都已经做得好足。不过近年我发现咗呢，原来仲有一样唔少人平时呢都会忽略咗嘅，就係脱毛啦。毛发呢一家嘢呢，唔係淨係话夏天嘅时候呢要着小背心啊、短袖衫裤，又或者着泳衣嘅时候呢先至要注意嘅。咁当然啦，喺着得小布嘅时候，如果你都注重自己嘅仪容外表嘅话呢，就梗係要留意下搞搞手手脚脚啲毛发啦。只不过需要脱毛嘅原因呢，有啲时候呢唔单止纯係为咗要皮光肉滑嘅。我知道有啲朋友因为唔同嘅原因，就好似生完 BB 荷尔蒙失调咁，身体嘅毛发会莫名其妙咁样生喺一啲你唔想去出现嘅位置，就好似人中呢啲位，又或者係肚脐，甚至乎胸口。我又知道有啲朋友因为药物嘅影响，令到佢哋啲毛发呢变得又粗又硬，仲有 PCOS 令到激素失调。总之嗰啲粗粗鞋鞋嘅感觉呢，都系会令人哋觉得好唔自在，好唔舒服嘅。其实呢啲呢都几影响生活㗎。不过无论咩原因都好啦，如果脱毛可以增加自信，令到自己感觉良好开心啲，咁点解唔做咗佢呢？如果你係因为怕丑唔想出去美容院做嘅话呢，今日呢一个分享呢简直係为你而设嘅。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呢一部嚟自韩国由全自然代言过嘅 You Like Air 3蓝宝石冰点无痛脱毛仪。这个呢，我用咗喺手指上面一个月，而家呢原本上面嘅嗰啲毛毛呢都已经消失晒啦。睇返佢哋呢都有权威嘅临床认证嘅， You Like Air 3呢大概用三个礼拜呢就可以见到效果啦。佢呢个三个星期见效呢，唔係话一用完呢就即刻唔再生毛毛嘅。佢会同美容院脱毛嘅原理一样，会有一个循序渐进嘅周期，大约八至十个星期呢就可以做到一个永久脱毛嘅效果啦。讲返呢一部机啦，呢部机呢佢係用 IPL 脉冲光嘅原理去做脱毛嘅。脉冲光同传统激光唔同，传统激光嘅特性呢，佢係以固定嘅波长射出高能量嘅光去到皮肤指定嘅深度，而脉冲光嘅光谱呢比起激光呢就阔好多。就以呢部机为例，佢嘅强脉冲光波长係由 560nm 至到 1200nm， 呢个 range 呢就已经係由可见光去到红外线区间。由于皮肤组织对唔同嘅光波嘅吸收同埋散射呢都会有唔同嘅反应。呢、这个 range 就正正可以针对毛囊黑色素去清除深浅层嘅毛发，同时都唔需要担心呢会留低毛发嘅残根同埋黑斑。呢部机佢叫得做蓝宝石冰点无痛脱毛仪，顾名思义呢，佢係有一个蓝宝石冰点技术。佢可以帮你呢喺脱毛嘅过程入面呢将嗰一 part 嘅皮肤快速咁样冷却。呢、这个我喺用嘅时候呢我都几 surprise 㗎。因为我系冇諗过呢佢嗰种冰凉感呢系可以咁冰凉嘅。这个呢佢用咗石墨散热同埋 VC 液冷双重散热系统。如果我具体啲咁去形容打落去嘅嗰个感觉呢，佢会系一打嗰一下你系会感觉到啲能量打出嚟微微弹一下咁。但系同时间即系瞬间嘅啫，你系会即时感觉到有一阵都几冰冻嘅冰凉感呢去取代咗嗰下弹嘅感觉囉。即系呢一下即时冷却表皮呢其实都几重要嘅。因为你唔好睇小佢机仔细细，其实佢个能量呢都几够嘅。有咗呢个蓝宝石冰点技术呢，就可以避免皮肤受到高温损伤，保护返皮肤唔会灼伤，同时呢可以带俾你完全冇痛嘅感觉。去美容院脱毛之前，佢哋咪会先同你敷一层 gel 去舒缓嗰个痛感嘅。而 You Like 呢一部脱毛机呢，佢就係用咗呢一个冰点头同埋双重散热系统呢就解决咗呢一个问题啦。佢呢个蓝宝石机头呢比起传统嘅脱毛仪呢有一个更加好嘅透光性，再加上呢佢呢一个平面设计呢更贴合皮肤，令到啲光呢可以更直接到达毛囊。就係咁几样嘢加埋，佢嘅脱毛效果呢比起传统家用脱毛仪呢亦都提高咗30-40%。呢个头呢喺你未用之前呢你摸上去呢都系冰冰凉凉嘅。你绝对可以想象到呢将佢放喺皮肤表面，特别系嗰啲敏感啲嘅部位呢都啱用嘅。始终呢啲家用嘅机呢要唔痛呢你先至会坚持去用。而脱毛呢就正正需要坚持呢先至会见到效果嘅。佢嘅用法呢都系好简单。先喺需要脱毛嘅位置呢用剃刀呢剃咗啲毛去先。咁佢成部机呢就係得两个掣嘅啫。側边呢一个掣呢就係用嚟开关同埋调校唔同级别用嘅。佢有三种强度可以揀。通常最初用呢都係由第一级开始嘅。即係嗰啲手指毛啊、比肩尼位啊，甚至乎係上唇呢啲呢比较幼细嘅毛发呢用第一级呢都够㗎啦。至于啲手手脚脚啊、underarm 嗰啲呢就可以用第二级。
真係嗰啲咧，即係又粗又硬嗰啲毛髮咧，先至要去到第三級。開始前咧，記得要戴翻咧佢哋附送嘅嗰個保護眼罩。將部機咧輕輕放到皮膚表面，佢係會自動感應咧個機頭有冇擺啱位嘅。你見到咧擺啱位咧，佢係會有指示嘅。然後咧撳一下個掣咧，就會打一下噶啦。記得打完一下咧，就要移到去另一個位，唔使同一個位重複打噶。另外除了逐下打之外，它還有一個自動連續打的模式，也是戴好眼罩然後放在皮膚表面按實個掣多過一秒就可以了。你見它打完一下之後，你拎開它放到另一個位置，只要它感應到接觸到皮膚擺啱位，就會自動打出第二下，不用再逐下按掣。這樣在你打大範圍的位置，好像手手腳腳一下接住一下，一分鐘左右就打完一隻手噶啦，超快超方便。同埋部機咧，只係得200几 gram 咁輕，你真係拎住去打暈全身咧，你都唔會覺得重嘅。初初用第一個月咧，每個星期咧就打三次，應該一個月左右咧就會見到效果噶啦。然後咧繼續 keep 住用，第二個月咧每個星期咧就打兩次，然後咧就每個月打一次當保養，咁咧就已經可以同啲毛毛講拜拜噶啦。它擁有30几项公認的產品認證，以及獲得290几项的技術專利認證。在過去連續8年全球銷售第一，現在在歐美、東南亞、中東等17个國家和地區都買得到。如果對這部 U-Like Air 3藍寶石冰點無痛脫毛儀有興趣的朋友，現在用我的專屬優惠碼，即刻有800元的折扣優惠。不只有得平，還有東西送添。他們現在跟機還會送多5样價值800元的禮物給你。在你買這部機的時候，只需要加多200元就還可以多部消毒儀器，那連部機都可以 keep 住乾淨企理了。現在真的好啊，只需要一個價錢就可以在家裡都做到美容院級的脫毛 treatment。 即是回想我當年出去做呢，又貴又浪費時間。那時候我是每隔2-3个星期就要出去做一次，是專門坐車出去做的，連埋出到去坐低等下，加埋嗰啲事前準備咧，下下咧都要搞個幾兩個鐘。打咧就打個10分8分鐘，咁咧都經歷咗差唔多成年咧，先至搞得掂曬啲 underarm 啊，同埋手手腳腳嗰啲毛。而家屋企放一部喺度咧，想幾時脫都得。有時咧突然間咧生翻一條半條出嚟咧，你唔會想為咗個一條半條出去美容院度開個療程噶嘛，係咪？仲有，我諗有好多女士咧都因為怕醜而唔夠膽出去脫啲敏感部位，而家咧可以自己一手包辦，即係呢個發明咧真係女士們嘅喜訊啊！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希望大家都鍾意，咁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拜拜。